感恩，这一刻最感动的是因为我们学习在人体里面最重要的，只要我们闻到细识，就是说你听到了，甚至你看到了，甚至你实践了这无量寿经啊。我们前几天有提到呢，其实在这个娑婆世界苦啊，一天你只要尽心尽力而且明白的话，我说尽心尽力啊，你就呢胜过于你到我们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的百年。那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我们是不是都说哇，这个他方国好棒哦，好棒哦？可是你假设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去哦，不是到边地哦，十日就等于千岁啊，千岁以上了。所以在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假设呢，佛陀会到这个倒立天天界为母说法，是因为母亲的关系嘛，哈，我们的那个摩耶夫人。那后来呢，佛就告诉我们，其实我们来到无量光无量寿，你一定要什么信心，不能有疑惑。你一旦有疑惑呢，你进入到这个边地的话，虽然有500岁，甚至呢这边没有所谓的刑法刑者，可是你一旦为恶哦，你就在这个地方呢根本就没有办法见到三宝。虽然你到边地了嘛，对不对？所以呢在这个地方还500岁嘛，哈，此诸的众生啊，就是说你要回西方，可是信心不足就会到这里来。那你了解到一旦到了西方当中，你可以看，因为全部都是菩萨具足成就的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当中，你须臾之间呢身相就光明，所以我们身心精舍嘛啊，所以呢佛菩萨就是持世，就是未来佛，他方就是呢诸大菩萨，你发大心，你只要见到无量寿佛，你相信哦啊，所以我们命中就可以进入到无量寿佛了。所以呢他在七宝当中是自然的化身，所以弥勒啊，世尊说当知彼化身者呢智慧甚固啊，所以其胎生者呢皆无智慧。意思就是说呢，假设我们呢愿意到西方极乐世界，也透过像弥勒佛这样子让我们想要去，可是你不相信，不相信就是还是怀疑，但是你还是非常相信有弥勒佛的国度，但是对这个弥勒佛跟这个阿弥陀佛的国度我们总是还是怀疑的话，你看还是呢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众啊，所以最重要就是没有办法供养佛，所以我们就不知道菩萨的法啊，不知道怎么去修习用心了啊。所以当知此事，此人呢术士之时呢无有智慧，因为常常怀疑啊，怀疑啊，怀疑。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只要你愿意从现在开始啊，一定要记得无边无尽的无量寿佛恭敬供养啊，只要我们懂得呢相信，就是说没有怀疑啊，所以呢菩萨身啊，就是说我们呢从现在这个世界哦，至少有67亿不退菩萨往生彼国啊，所以我们也期盼我们就是呢透过听经闻法，就像我们昨天晚上就在其中有一个哈的菩萨就是这样子，你手啊你压到了，你相信哦，其实你的细胞记忆真的就不痛了。可是你一想它又来了，这代表什么？代表呢不痛，那你就了解我本具足心佛众生是合一的，所以你就要等候。什么等候呢？因为我们人嘛，你看就像小朋友，你怀你在胎生，你生下来你还是要像娃娃一样嗷嗷待哺，对不对？像我们手，你一旦有受伤，你还要等这个红血球120天的代谢，对不对？那白血球它也是，它会随着我们的新陈代谢，所以要不要时间？要，所以这个叫做等候。所以等候的时候，你的态度，尤其是你的情绪，随时都要保持在最什么？最圆满、最中庸的状态，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在人间的西方极乐世界，要让我们随时随地不能有倦容，你就马上提起正念，你就通关了。那你假设呢累了就是睡，所以你呢纵使你想要回西方极乐世界，你回得了家，但是你还是不信，为什么？因为你身体还是累，好，所以你就会在边地一样呢，边地已经是比西方好，对不对？可是就不见三宝，它在含苞里面，所以呢就没有办法长真正的智慧了。
啊，所以我们啊，这一生这一世就这一百年而已，累就提起正念，赶快积极去付出。累的时候，你只要我们人很特别啊，就像你有结过婚的就很清楚，只要你听到你自己的不管家人突然间车祸了，我相信你再怎么累，睡着你也是马上跳跃起来就冲去医院了，就是那一股冲劲了啊。就像虽然我们没有。有的没有结过婚，没有小孩子，但是你想到你心里面最拉心的父母亲呢，一旦有状况的时候，你一刹那个跳起来的，就是那个杏仁核的冲劲，就是那一股精进，就是那一份心，随时保持觉知觉醒。好，这是一个非常殊胜的一个方式哈。好，那我们也透过今日呢，在读诵这个无量寿经的过程当中哦。我们能够好好的学习，将此功德呢，能够回向哦，回向给所有的这个圣隐一光和家哈，还有净无啊，还有我们的景祥净无和家，还有广清法师和家，还有我们的这个圣南陈国玉美，还有白净宝宝和家，还有。俊杰、钟汉、静白合家、静美合家、美玲，还有白净宝宝合家，还有我们的静荣合家，还有广川法师合家，还有广弘法师合家，还有我们的广利法师合家，还有我们的广华法师，还有全体受戒的戒指以及其众弟子合家，啊，完全将阿弥陀佛、广川法师合家，以及我们真贤法师所带领的周边有形无形的。还有这个如莲法师，还有他的弟子啊，还有我们在线上当中，我们也看到所有七众弟子，还有圣红哦，还有淑慧和家、恋凤和家、宝莲和家，还有温暖和家啊，以及我们在这附近当中尽心尽力哈，昨天的有五位这个朋友哈，还有慧月，还有三月啊，温泉所有的有形无形，还有他们员工，还有如觉法师，还有慧舍还有我们沿路上看到的这些狗狗菩萨们还有十法界众生，还有点的名单，还有扫墓的名单，还有法界众生未来否，我们七众弟子，我们更感恩呢，在此呢佛光的加披，我们也呼求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大愿地藏王菩萨、无尽意菩萨，还有我们的弥勒菩萨，还有我们的妙音菩萨，以上所有清净大海众佛菩萨，感恩我们都完全交托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如同他国纵使在天界无边无际的幸福快乐，可是呢时日在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胜过千百岁以上的这个他方国啊。那我们在西方极乐世界呢就像我们今日明了了在西方的这个国度，由世尊推荐的娑婆世界，一日哦，你尽心尽力，就如同在无量寿国、安乐国当中的百岁以上了。所以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我们将此功德今日的无量寿经法会，能够再一次的呢，透过今日呢，我们同声开口，也为世界和平世界和平，我们同声开口来叩钟啊，那我们恭请本师释迦牟尼佛三称起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弥勒佛，南无弥勒佛，南无弥勒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摩诃萨。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摩诃萨。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摩诃萨。南无药师佛，南无药师佛，南无药师佛，南无药音，南无妙音菩萨摩诃萨。南无妙音菩萨摩诃萨。南无妙音菩萨摩诃萨。南无清净大海众佛菩萨摩诃萨。南无清净大海众佛菩萨摩诃萨。南无清净大海众佛菩萨摩诃萨。南无莲池海会佛菩萨摩诃萨。南无莲池海会佛菩萨摩诃萨。南无莲池海会佛菩萨摩诃萨。
那么楞严会上佛菩萨摩诃萨，那么楞严会上佛菩萨摩诃萨，那么楞严会上佛菩萨摩诃萨，那么坚白净常寂光会上佛菩萨摩诃萨，那么白净常寂光会上佛菩萨摩诃萨，那么白净常寂光会上佛菩萨摩诃萨，那么坚斋菩萨摩诃萨，那么坚斋菩萨摩诃萨，那么坚斋菩萨摩诃萨，那么护法韦陀尊天菩萨摩诃萨，那么护法韦陀尊天菩萨摩诃萨，那么护法韦陀尊天菩萨摩诃萨，那么伽蓝圣众菩萨摩诃萨，那么伽蓝圣众菩萨摩诃萨，那么伽蓝圣众菩萨摩诃萨。因为这我们每天呢，早上、晚上，或者是我们要特别祈祷的时候，我们都念它。那感恩就是呢佛光加庇，我们不断的称颂他，再透过呢每天我们念佛，我们回报到云端的，我们居然能够呢创造实相，阿爸父的国度过来，我们将所有的贪嗔痴慢疑的降到最低，也就是呢由无量光无量手亲自来运行，这是一个欢天喜地的世界啊！我们同声开口，为此大能量回向尽。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具足一报身，同生极乐国。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五身，不退菩萨为伴侣。以上我们创造实相世界，由我们的世尊亲自来推荐，由阿弥陀佛做主，我们同声开口，为世界和平口中。背后的万姓万民，即使方法界众生，开悟成就正面无上正的正觉，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能够遇到善知识、会善知识、居善知识于一处，将真理正法传遍整个虚空，将长极光的国度降临在人间，就如同行驶在天上一样，并转换自身的神经血液细胞染色体。DNA、RNA、基因、原子、原子核、质子、电子、中子、微中子、微子、量子、光子、超光子，乃至于星系之光等所有结构，转换成无量光、无量色。感恩、赞、感恩、无限的感恩，地址是祝愿慈念，愿粉身碎骨在所不行，法身遍满虚空，神安于一切，即愿成就大众。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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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们为此正式皈依三宝，起诵：皈佛、皈法、皈僧。皈佛两足尊，皈法力尊，皈僧众足尊。皈佛离开地狱道，皈法离开恶鬼道，皈僧离开畜生旁生道。皈佛敬皈法敬皈僧敬皈佛皈法皈僧。皈佛两足尊，皈法力尊，皈僧众足尊。皈佛离开地狱道，皈法离开恶鬼道，皈僧离开畜生旁生道。皈佛敬皈法敬皈僧敬皈佛皈法皈僧。皈佛两足尊，皈法力尊，皈僧众足尊。皈离开地狱道，归法离开恶鬼道，归身离开畜生往生道，归佛净归法净归身净一切归白净。我们将此所有的清净功德回归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同声开口放光起诵。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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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感恩无量寿经法会圆满，阿弥陀佛。